乖巧可爱的音乐小才女，机灵搞怪的小破孩，所有的人准备，咱们进行一波音乐演唱会。活泼大方的乐天派，妈呀，你怎么不说学校里出现一百招？甜美率真的美食家，太棒了，我的美食我们终于完成了。谁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呢？今天让我们开启珍藏八年的快乐回忆，盘点大仓库里的那些闪闪童心。大仓库的小伙伴们，开灯谜是元宵节的传统，试试看，一起来猜猜下面这个灯谜吧。有风不动，无风动，不动无风，动有风，你想到是什么了吗？关注今天的大仓库，答案稍后揭晓。段丽阳小小年纪就在《家有儿女》等作品中有过精彩的表演，后又主演过《疯丫头》《课间好时光》《呼噜小精灵》等剧集。她甜美可人的形象和纯真自然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演了这么多角色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《疯丫头》里的雪儿吧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对啊，因为我知道为什么。你又知道了。小梁肯定是觉得啊，我演雪儿的时候吧，我最瘦，所以我最喜欢你。你什么时候有觉得我瘦过？你就说我那时候最瘦。我明白了。对呀，我什么时候觉得你瘦？不会偷看了，你还看？我真的没有偷看。雪儿，你话，现在我都没有人身自由了。等你看我店的时候，才真的没有人身自由了呢。爆米花，雪儿，爆米花，你就让我再欣赏自己一会儿吧。我都已经有三个小时没有照镜子了。我现在终于能体会梦梦的痛苦了，连这么可爱的自己都欣赏不了。多么可爱的我们要暂别几天了。多么可爱的电视剧，我们也要暂别几天了。多么可爱的爆米花，我们也要暂别几天了。你再感慨的话就跟他们永别吧，也包括我。你不要威胁我，不看就不看嘛。还有，不要再跟着我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你不让我跟着，小心你自己后悔。绝不后悔。掌声。主演的作品有《疯丫头》《课间好时光》《呼噜小精灵》等等，还参与演出了多部影视作品。掌声在剧作中多以机灵搞怪的形象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觉得掌声在演戏的时候会不会本色出演？因为每次看你眼睛觉得你好坏了吧，你好坏不会，其实每一次都是本色出演。对，他们在戏话上面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找我演的角色呢，让我演的角色都是那种
坏坏了。我觉得是因为一看到这种坏的角色就容易想起我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都一样。一想到这个小坏孩儿就想起我，所以我老演这个。性格比较鲜明。对，坏的比较突出。向你证明我的朋友都是真心的朋友，我现在装的特别需要帮助，你就等着瞧。阿布莱尼，仔细看看，这是李奇。嗯，李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跟朱子豪玩捉迷藏，然后摔了一跤，就成这样了。我现在动也动不了了，你们两个能帮帮我吗？嗯，当然可以了。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就比如说文诗山，他就一定会帮你的。你们两个没拿我开玩笑吧？嗯。你们两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当然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哎呀，最好的朋友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呀？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去给你买。哎，张杰，哎呦，我还有点口渴，能不能给我弄点水喝呀？我只喝矿泉水，不喝碳酸饮。我这就去。哎，丽姐，你要喝什么牌子的？什么牌子的东西啊？不乃伊，跟你说几次了，他是李琦，跟我去买矿泉水去。他真的是李琦，是李琦，哎，他就是不乃伊，一定要。李琦，你还没停止捉弄朋友啊？哎，我已经让他们去海里给我捞龙虾了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，你这么做简直太过分了。我不是为了证明我有真心的朋友吗？他们为我跑来跑去的，哎，真逗。李琦，你别开心得太早，他们早晚会识破你的，到时候你连哭都哭不出来。他们特别信任我，一会儿给我打完工，一会儿给我扇扇子，还帮我拿三明治和矿泉水呢。你最好祈祷他们能晚点识破你，否则他们绝对会比你好看。放心，我李琦演技天灵。怎么都是可怜我呀！哎呀，穿上的假壳呀！哎呀，你是什么叫做疼啊？救命啊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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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给他们讲笑话，说明他们就能放过你了。已经得到教训了，不过一整天我都没看见他，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哦，他去那个，这个你就不用问了，他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。对，我们以朋友的名义请他去帮我们找样东西回来。找东西？找什么东西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就说不定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让他找什么了？月亮？月亮我是拿不回来了，所以我只拿到了一个月亮的碎片。1234567823456789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欺负我，哎，你个小丫头，敢欺负我弟弟？怎么着？你欺负我弟弟也不算我，经我同意了吗？啊？你好好反省一下，我这还有，还有事呢，我先走。哎，处理他。哎，哥，可乐，你的后援被我给吓跑了，不可能，我哥是不会怕你的。那他怎么结巴巴的逃跑了？胡说，哥，坐下吧。哎，哥他不会来救你了，再加10分钟。啊。大事干嘛？吓死我了！哥，你刚才怎么了？我刚才没事啊。去养。骗人！你该不会是真的怕假惺惺吧？什么呀？我怎么会害怕一个小丫头？真是。那你刚才怎么都结巴了，脸都白了？这什么胡说？我哪儿结巴了？我哎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！我保证。如果伤害你怎么办？就让贾青青天天跟我在一起。行。
其实吧，我不是害怕假惺惺，我是害怕他那个围巾。大围巾！小点声，嗓门那么大。我也不是害怕围巾这个东西，我是害怕他围巾上的图案，就是那个，哎呦，那个斑点。你怕斑点？小点声。你还怕别人听不见呀？我跟你说吧，这个呀叫斑点恐惧症啊，只要看见这种斑点一样的图案，我就浑身难受，发冷战。你怎么能得这样的怪病呢？斑点有什么可怕的？不，我跟你没法形容。打个比方吧，就相当于假惺惺有十几个亲姐妹，所以他们还天天围着你转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知道了，可怕吧？我保证不会跟别人说。千万别说出去啊！这人多眼大，咱们走啊！我最喜欢那个《柯洁好时光》里的那李琦。妹妹。我最喜欢。那个我也很喜欢可凡。我要是喜欢可凡，也是因为那弟弟。那个弟弟应该喜欢李琦。但是如果要是角色来说，我肯定还是会喜欢李琦。第一呢，就是李琦那身衣服的帅。呵。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。那天我拿了一包薯片在那吃，一会儿冰亮就走过来，李琦，你的薯片脆吗？我放了一片在嘴里，我说你听听。哎呀，这倒点，七十一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计算，因为我讲笑而被逗乐的新朋友，到现在为止已经72个了。72个，这里面又有多少是真心的朋友呢？嫉妒，你这么说纯粹是因为你嫉妒。我才不嫉妒你呢，我这么说是想告诉你，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你说笑话的时候开怀大笑的人，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的人。那又怎么了？没问题，你看着，同学们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我需要。这就是你说的所谓的好朋友。因为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。你永远都有理。那又怎么了？你不服气啊？我不服气，是你根本太糊涂。那咱们走着瞧。哼。其实拍课间特别难。为什么？他要求特别高，就是他固定机位只有一个镜头，所有东西都得一遍过，那稿子特别就这么长，有的时候好几篇，对，有的时候那个他那一场戏一点几。也多，然后我们为了那个时长，那个词就是说特别快，每个人的导演会告诉你这段戏啊必须卡在什么1分多，对，或者1分多少多少秒，你必须要大声，进对，所以那个特别练功底，就跟绕口令似的，就跟既然你说你嘴皮子这么灵，又自称是什么即兴小王子，那你就即兴来一段绕口令让我听。太坏了，听着要黑我。初中不是郭大强吗？行，这个最基础的吧。你别逗我啊！你逗我一乐，这说错了。不懂。极限小王子，快来！哎，急。出东门过大桥，大桥底下一树倒，拿着杆子去打倒，听了多红的少，一个倒，两个倒，三个倒，四个倒，五倒，六个倒，七个倒，八个倒，九个倒，十个倒，九个倒，八个倒，七个倒，六个倒，五倒，四个倒，三个倒，两个倒，一个倒，这是一个绕口令，一口气说完才算好。谢谢大家。党商和段丽阳，我们熟悉的两位可爱小主持，在家里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广告之后，大仓库带你探秘小童星幕后的故事。好，我是仓库管理员陈艳红。今天我可真是起个大困死我。言归正传，我刚刚接到了任务，今天呢，我要去段丽阳和党商的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看到的他们都是电视机里的样子。那么他们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赶紧一起去看看吧。早上5点多钟，陈艳红就已经从大仓库出发了。他这是要去哪儿呢？好，我们已经到了段丽阳同学的家。给大家介绍刚刚从床上起床，我刚换好衣服，还没有睡醒。
一班吧。贺良同学。介绍一下我平常的生活，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宅的人，基本上在家可以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。有一个暑假，我基本上整个暑假都没有出门，特别喜欢待在家里，因为不爱晒太阳。除了干这些之外，还会看看书啊，上上网啊，写写歌啊什么的。我最喜欢的呢是 Hello Kitty， 我家里有各式各样的 Hello Kitty， 除了我自己买的 Hello Kitty， 然后还有别人送我的 Hello Kitty。家里的元素基本上就是 Hello Kitty 和粉红色。我的兴趣爱好呢是唱歌还有弹琴。平常在家然后会唱唱歌，弹着吉他，然后唱唱歌，然后偶尔弹钢琴。还有什么？快完了，不好意思。你用爱陪伴我成长，用肩膀扛起我小小的梦想，在生命的路上为我指引方向，放手让我去闯。谢谢你给予我的爱，我愿意好好的珍藏，有你现在我已经接到洋洋啦。嗯，我已经打扮好了，下一站出发党生家 ，Go Go Go！ 时间6:10，陈艳红和段丽阳计划去突袭爱赖床的党生，不过党生已经，哈哈，看来他们要失望了。特别喜欢玩偶，是因为吧，这床买回家以后，发现这床跟墙之间有一这么大的缝儿，然后我的手机呀、啊、眼镜啊，还有我自己经常掉下去，所以就找了好多这些玩偶，就给它塞在这儿。我让你这这排鞋真碍事儿。不，怎么能说碍事儿呢？这是我的私藏。宝贝是吗？绝对是宝贝。我特别喜欢鞋。倒不能说收藏，我只是喜欢买鞋然后穿新鞋的那种感觉。出门前最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站在这儿看着我这些鞋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双我都喜欢，所以每一次都要抉择很久。一进门就有一篮球，我这灯呢是一个足球，我本来就特别喜欢运动，排球、篮球、足球就经常玩。自己用来健身的。对，是用来让别人觉得我在健身的。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人啊，所以我的书的那种种类极度单一，就两种，一种是那种科幻小说，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之谜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我连书也就不看了，经常上上网，所以我在家里经常的状态就是一个标准的慵懒的小宅男，特别的悠闲。接下来我要爆一个料，嗯，就是洋洋写了一首歌，啊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，而关于党生的故事。哎，对，记得呢是在遥远的2008年，
然后我跟段良一块去吃冰激凌，然后呢，那个服务员就跟我们说，说那个我们现在有活动啊，抽奖，抽了奖就能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。我要抽奖，我要。段良，哎呦，哪有这样？哎，对，段良不是这样，段良当时是这样。这没什么哎。后来还脸特别圆，跟我说，我要抽奖，我抽抽抽。我也想抽奖，那时候孩子嘛，我也想抽。我说，那行，你抽吧，你。你要是能抽着奖，我心想你肯定抽不着嘛。然后我就放了句狠话，我说你要是抽着奖啊，我给你来，快快快，元清原话，我给你当仆人，对，反正是这一辈子的，对，有信任的。然后那个我说当牛做马，然后那个小姐姐就慢悠悠说，那服务员特别慢啊，我们这儿100%中奖率。我当时说。那个时候还很小，那个柜台在这儿，我就使话的那种。那你叫我刚名字就叫奴隶。奴隶。腼腆，可以还不说出来。来，让我们赶紧去看看下面的视频吧，看看我们的导生到底有多腼腆。所有队员准备，准备进行一万米越野长跑。我骗你们的。笑死！别！挑战的吗？谁在说话呀？天梯来了，我闪！你们两个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是这艘红星团的船长，你们俩船员，我说什么你们就要做。凭什么你就是船长啊？你叫他一声，他答应你吗？就是，说不定你一上去，这船就翻了。好好好，一会儿就让你们看看。我是你们的船长，你们哪个队先上？这就是拿手啊，你感觉他因为他已经输了。又是傻子，不够再回去还得再来。别以为拿新人能蒙混过关。勇气就是要向强者挑战。勇气就是摔倒了还要再爬起来。坚信自己可以取得胜利。
勇气，就是要承认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失败。那么早之前的东西你们都能翻出来？这下你百口莫辩了吧？不过真是怀念那时候啊，咱们在军营里待了8天呢。每一天都是痛并快乐着。你也勇敢吗？你也勇敢吗？勇敢。你也勇敢吗？敢。你也勇敢吗？敢。咱们得走。一下过一个。快！没人帮他掉下来，还得扶下去。最后一轮的责任之旅，对两位队长来说，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精英队队长陈艳红替队员承担120个吨起，而红星勇士队队长段立阳却要做200个吨起。此时，更多队员都开始流泪，他们已经看不下去队长替他们承担责任了。这时候，有一名队员忽然举起了坚持课的手势，更有一些队员默默地开始陪同队长一起做着蹲起。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最佳小勇士段立阳，虽然我们只选出了一名最佳小勇士，但是通过这8天的训练，每一名队员都会有自己的收获。其实那时候我还挺稚嫩的。我是掌声，没错就是我，英俊潇洒而且无与伦比。下面来回顾我的经历，保证让你大跌眼镜。06年来到中央电视台，录了个节目叫《影像地带》。面对镜头，我有点发呆，聪明的我适应很快。07年拍了《宝物俱乐部》，面对镜头我已灵活自如。两个搭档虽然不是很强，但我一个人已经无法阻挡。08年迎来大仓库。仓库里的欢乐时光让光阴不虚度，岁月穿梭，写下哀乐喜怒，见证我掌声不停歇的脚步。当然还要感谢我的搭档和我一路走来的段立阳，包子脸已经无法形容他的长相，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我们走向辉煌。汪汪汪汪，献丑了。天生乐天派陈艳红，一直乐呵呵的开朗性格让他在多部儿童剧中形成了特有的表演风格。大红帽、小喇叭，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同桌呢？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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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红帽！大红帽！你们俩吓死我了！有一个天大的新闻，没兴趣啊？哎，这新闻有爆炸性，相当爆炸。这不说话。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到底是什么呀？咱们乡里出现了一只熊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
真就一只熊。我好害怕呀！你怎么不说学校里出现了一百只奥特曼？无聊。嘿，要真有也是来打你的。怎么穿你的乞丐装了啊？俗，俗不可耐。行，我又俗，那你告诉我什么不俗？创意引领时尚。那复古又不时尚了。复古当然时尚了，看我就知道。自从那天我见到了小芳姐姐，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复古，什么是时尚的真谛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穿得这么有品味。十六岁的小姑娘，迟早走在电灯上。大红帽。我才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时尚的真谛，应该是创意。仓库美食家 Tina， 鬼马精灵的魔法少女。休息一会儿，广告之后继续为你盘点大仓库里的小童星们。甜美率真的美食家 Tina， 大仓库里最专业的吃货，品尝各地风味，了解异域文化。有了她做向导，你的美食计划应该更好实现了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这个餐厅的主厨师长齐力蒂。你好。大厨思哲要教 Tina 做邦奇格，这是一种俄罗斯小吃，用奶渣做成的香甜小球，中文名叫做奶渣球。首先要从牛奶做成酸奶，再用酸奶加上鸡蛋、糖还有盐，然后团成一个不大又不小的小球。邦奇格看起来样子简单，做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喽。先要把奶渣在手里团成团儿，然后要在面包屑里滚一下，滚不匀就拿起来撒吧。这下奶渣球已经不成样子了。 Tina， 你这做的也太散了点吧，收拾一下再做一个吧。忙活了半天， Tina 的邦奇格总算是做好了。虽然我做的难看了点，但凑合看吧。太棒了，我的美食任务终于完成了，这个就是我刚才做的邦奇格。没想到这么小的东西做起来还那么难，它出来的挺不错吧。嗯，俄罗斯的甜点可真是香甜可口又热量丰富啊。不过别着急，我们的甜点大聚会才刚刚开始呢，接下来我们去比利时的餐厅看看吧。古灵精怪的胜利，在疯丫头里扮演的魔法美少女爆米花深受小朋友们喜爱，时灵时不灵的豆豆魔法也成了她的特有标签，兔地图里的大胆特派员，还有动物迷案里的糊涂侦探，多变的角色，哪一种你更喜欢呢？传球传好，就你这传球实在是软绵绵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传球一定要给力，必须发出砰的一声。哎，你听着啊。泰山，我是听到了砰的一声，可是怎么后面还有啊的一声啊？快跑！泰山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两个在走廊上面打篮球，打到了人还不道歉。爆米花，你这脸怎么了？爆米花，你都几岁了，怎么还长水痘了？好啊，你竟然不给我道歉，你还臭大人！啊，水痘水痘水痘，别水痘水，不对不对，痘痘痘痘痘痘别。你看，吹了很多的水痘，哈哈，故弄玄虚。走，好走。泰山，怎么走啊？动不了了。爆米花怎么回事啊？不用担心，这是我的固定泡泡，它可以让你在一天之内无法正常行走。不过你还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爆米花，走个球。爆米花，我哥踩弹簧上了，怎么一跳一跳的？哼，除了我，谁还能有这样的魔力呢？这就是嘲笑同学的严重后果。嘲笑同学？你脸怎么了？出水痘了？有那么好笑吗？不是，不过我哥就算犯什么错，你也不能这么惩罚他吧？赶紧把解药给我吧。
哪有什么解药啊，只能等它明天自动恢复。爆米花，拜托你啦，就把解药给我吧，这可是你光要的。那谢谢，一会儿见。我可能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你吗？快乐的往事，珍贵的记忆，还有让人啼笑皆非的糗事，一切尽在仓库超级访问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仓库超级访问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嘉宾啦，段良和导师。大家好。我说主持人啊，咱们这儿也太简陋了吧，就不能装饰的精致一点？真是，还有这个凳子，这能叫凳子吗？对、啊、这是我们重量级嘉宾应该坐的凳子吗？是，你看这凳充其量叫个墩子，嗯，都不叫凳子。就是还有你看这电视，这用的就是咱们大仓鬼的老电视嘛，就不能弄点高新科技？是的，大屏幕啊，严肃点。好，赶紧开始采访。嗯，好了，咱们的超级访问呢正式开始。超级问题一，初次合作的互相印象。导师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类型，因为我特别慢热，从来不会跟一个人就是刚见面一部戏就很熟。其实当时那个戏我本来就是客串酱油，你知道吗？就没出场多少次，但是就他就拿我手机，我就能追着他满场跑，我就以为不会再见到这个人。我也忘了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拿手机他在后面追着我跑。哎，我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小胖墩跑得还挺快。超级问题二，还记得那些年录制的节目吗？最开始是影像地带，记录成长，分享快乐。还记得影像地带之后就是宝葫芦俱乐部。他宝葫芦可特别锻炼口齿。对，当时因为我们有个情报站，情报员006继续为大家播报情报。在今天的情报站当中，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在生活中并不起眼，但是有非常实用的发明和设计。通常情况下呢，开门都要用到门把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把门把手做成手的样子，会是什么效果呢？这款门把手呢，就被做成了手的造型。这样呢，每次呀，你都要通过握手的方式对门表示一下友好，才可以把门打开哦。这款来自台湾的摄像头，号称是全球最小的摄像头啊。它直径是4.4毫米，长15毫米。背后呢还有一个蛇形的把手，可以弯曲的，方便拿取。最近天凉了，大家要多加衣服，小心感冒哦。没错，只有好的身体才有精神看我们的节目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郭唐，我发现你越来越像包子了。我是包子才怪。哎，包子才怪小姐，咱们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我不是包子才怪。你自己说的嘛。不是大脸。你那时候天天叫他包子。对，那个包子我知道，那个是包子脸，我知道。结果你到现在也是这么叫，一直叫包子脸。他的脸有各种版本，就是之间各种衍生。你知道在宝葫芦里面，我觉得给我起的名字就很有问题，为什么糖？糖葫芦糖。对，他觉得那糖葫芦起的呀。啊，对，糖葫芦起的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葫芦花，你叫葫芦花。超级问题三，仓库管理员的自我评价。我记得当时有我说过一词是什么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亭亭玉立，满面桃花，是吧？满面桃花哪有？满面桃花绝对有，是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，帅气十足，英俊潇洒。停！如果真要用四个字来形容我葫芦瓜的长相啊，那就应该是狂寒不忍睹。惊醒叛逆，哇，真是疯了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嗯，真行。天王盖地，宝塔镇河妖。那啥，我们宝葫芦家族都是一家人。相当的正确。我承认你们当时就是各种无厘头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宝葫芦俱乐部。喂，啊，芳芳，哦，圆圆，正在录节目呢，什么事儿啊？烦死了！你们这是什么素质啊？做主持人就要有做主持人的样子，这叫职业道德，知道吗？你们有吗？没天理了！导演不在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
职业道德素质，你们有吗？有吗？赶快接吧。呀，喂，嘿嘿，胖子，看我节目呢啊？看见我了吗？别白痴，酷吗？酷酷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的酷？虽然我很酷，但是还没有今天的呼噜酷生活酷。大仓库的闪闪童星里，当然还有爱好音乐和中国功夫的他们。校园漫画剧里，幽默搞笑的他们，每一颗星星都闪耀着快乐的星光。关注大仓库，关注我们自己的闪闪童星。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报名参加大仓库，陪伴大仓库一起成长。仓库短剧里的搞笑桥段，让人哭笑不得的校园糗事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精彩继续。开始的灯谜，你猜出来吗？有风不动无风动，不动无风动有风，它的正确答案就是扇子。你猜对了吗？值日生们怎么都跑了？这帮孩子跑得也太快。和大仓库一起成长，有过快乐，也有感动。2013年，党生和段丽阳的告别，成为大仓库里说出的第一声再见。其实呢，我们要暂别大仓库，是因为我跟段丽阳要有学业方面的原因。对，没错。我们要出国深，踏实深造一下。你也深造？我也是简单的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别人国家的一些皮毛而已。段阳老师是出国深造一下，没有大展宏图。这么多年呢，我们在大仓库都已经有了很多特别快乐的时光，是，然后也习惯了每周末和大家在这里相聚，所以以后周末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度过。对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。嗯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哦，也算是对你们的祝福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短片吧。好，大。班干部管班干部，二班干部管班干部。从2006年到今天，党生和段丽阳在银幕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难忘的瞬间。
欢乐的，调皮的，温暖的，感动的，他们在青涩和稚嫩中一步步成长起来。如今他们要暂别大仓库，做好准备去丰富自己的羽翼，去展翅翱翔。朗叔和段良就去美国了，我为他们亲手制作了一件 T 恤，然后送给他们两个。你们两个是我从小到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朋友，虽然就短短两年的时间，但我还是非常舍不得你们。我们的感情已经到了一种境界，就是如果长时间不见面呢，就会想对方。我希望你们在美国能够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，照顾好自己，大开眼界。我要祝你们一切顺利。哎呀，看完这个小片呢，真的是非常有感慨啊。总之呢，先要谢谢大仓库，还有我们的朋友们给我们做的这么一个特别策划，十分感谢。我们真的非常舍不得大仓库，也舍不得我们的朋友们，以及每周在电视机前一直守着看播出的观众朋友们。真的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